是朋友抓给我们养的，哎，他抓给我们的时候，他我们是还在喂奶，自己用那个就是买牛奶给他吃，喂他吃。他就关在这小小狗笼里面三年，他一直在里面徘徊。从这127个案件当中呢，总共其实里面是涉及了140只的猕猴。民众不应该去碰野生动物，它可能直接攻击你，也可能传染疾病到你身上去。